近日，孙杨拿下了本届广州游泳世锦赛首金，而面对霍顿在赛后拒绝登上领奖台的一幕引起热议。此前，霍顿面对澳大利亚记者对其队友施耀的追问，选择沉默不语。随后，他在参加某活动时，对澳媒首度正面回应了队友涉嫌服药事件。我感到非常失望，我对于我们立刻禁赛了有问题的运动员而鼓掌。我的立场非常坚定，保持干净必须是所有运动项目、所有运动员、所有国家首要保证的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